时间到了，上课了。上课时间到了，这个在外面在一楼、二楼、三楼或者楼上的同学啊，请到教室来上课。上课时间到了。二楼、三楼，还有楼下的同学，上课时间到了，请到五楼教室来上课。请赶快，上课时间到了，请赶快上来啊！楼下还有人吗？还有人啊？还有什么？我在找东西哦。在二楼看到。起立，站，坐下。各位同学，现在还在念书，在念书的请举手。都还在念书，大部分。您呢？对，你是职业妇女。这次是不是因为爸爸，也不是因为妈妈，长辈安排自己来的，请举手。是爸爸安排的，请举手。是妈妈安排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所以大家都是因为爸爸妈妈，因为那个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那个爸爸妈妈叫我们来的吗？啊，可是我这样问不知道好不好意思，那你们自己来，有没有想要知道什么，或是有没有预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用个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从最左边这位同学，然后我们简单的，你们可能已经自我介绍过了，可是我想说，也让我认识你们。我们从这边开始。那我想，刚刚已经透过举手，我知道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安排来这边的，但是来到这边以后，总有一些希望，或是有一些问题哈，我们听一下好吗？从一开始，有没有一个麦克风？你说老师，我要讲什么名字？你有没有期待？
没有什么期待，先来听听看，对不对？嗯，听了以后有什么收获吗？有什么想法？还没有。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很快速，我只是知道一下。第二位。因为我来之前，我妈就已经跟我讲过这一段，然后我现在只是想确认说，中华民国有一天会被赶走，那我想知道正确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好，第三位。我是白天自己的苹果，所以我没有什么期待，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已经听很久了。就是那种，我在讲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你们讲，但是我都没有我是家长，这个在五年前的时候，在好几年前，在网络上，因为就是朋友的关系，他就把这一个我们这个林志升林秘书长，他在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回到历史的原点的这一些的问题，跟向美国提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一个好朋友的高雄就打电话，就告诉我这个信息，那个时候我就那刚好林秘书长到台东嘛，到台东，那我去听这个林秘书长讲，我提到这一些的内容，那我就接着就抽空就上来这一边，做深入了解一下。我是退休的老师了。是，老师叫什么名字？不好意思，我姓廖，廖培清。住台东。还是培养的培，清水的清，四年一班的了。廖老师，那个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廖雅婷，是廖氏特女儿。啊？我是廖老师女儿啦。OK。好吧，对，然后我是因为他告诉我自己觉得不好，那你是觉得太难听不太懂？听得懂，但是。我觉得消化需要一段时间去思考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一下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比较远一点的感觉。下一位。你好，我叫潘家海。我是因为我爸爸就是从之前就在这个组织里面因为我听说很多他的那个一些论述啊，或者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现在发身份证啊，还有那个。之前的护照，然后有做一些比如像内政的那个形式。那我现在是想要知道说他们现在的进度如何，就是之后还是好奇对，你妈妈派你来的？我爸爸。没有，我是说你妈妈派你来了解，看看你爸爸在干嘛的。你自己有一点好奇，就是。对。好，那我们刚刚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自我介绍，或是说为什么来这边，或是有什么期待这样。我是台东人，然后就是我爸介绍我们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刚开始对这个活动还算蛮有一些质疑的，然后但是想说就是来听看看他们怎么说，然后再了解这边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观点跟想法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来这边，然后来听这三天的课程。叫什么名字？我叫廖玉祥。你也是廖老师的？不是。那是弟弟，所以你们是家族就对了。那你听了三天有什么感想吗？感想就是非常好。我在想，可能是对爸爸在做的事比较了解一点，对不对？所以其实里面有不同的观点嘛，有的人是妈妈派我来了解到你爸爸在干嘛，为什么常常这么电话这么多然后常常外出，
然后钱都不拿回家。那有的是说，哎，我对我爸爸很崇拜，所以我来了解一下我爸爸做什么。啊，有的是想说，哎，那我爸爸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来，是我爸逼我来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我叫刘一志。你也姓刘？对。嗯，刘一正呢？一志。志。嗯。志是什么？志气的志。志气的志，好。是阿公叫我的。是阿公叫你来的。对。然后。他平常都会讲一些这方面的事，这样子的。所以想来这边听一下更详细的内容。OK， 所以你本来就有点兴趣吗？有一点。有一点。好，等一下有一点要让你再发言，我们再。你好，我叫李婉秀。婉秀，嗯。然后是爸爸叫我来的。然后，没什么心得。他来了三天。两天。两天，有没有什么期待？我上次听他讲都习惯了。你听他讲的一段习惯，所以你觉得来这边听起来跟他讲的差不多，是不是？那好，我是林丽，我是陪我女儿来的。对呀、啊。那你要不要发表一下？啊，嗯，本来是觉得跟我以前老师讲的、学的都有些出入，对呀、啊。可是现在觉得慢慢有些期待，好像国家越来越有希望，对呀、啊。好。我叫杨律，然后就是我爸也是这里的，然后叫我来，就这样。那你有没有什么期待，就是收获？就希望以后会比较更好。谁更好？我叫林兆立，我是台中人，然后就是我。爸妈，我大舅、我表姐都是对的，对，然后只是算是被半逼来的、啊，他本来就半逼来的，就本来没有来，他就诚实度比较高，我要来一个，就是还自己叫我坐车来，对，然后就是反正就听过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如果可行的话，当然最好。他意思就是说，每人都可以有房子，都可以有车嘛，对，然后就不会像现在很多像我朋友他们有些家境很好，有家境非常不好。对，然后就是生活的还蛮痛苦的，然后动不动就说什么想死啊干嘛的，虽然只是开玩笑啦，对，然后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台湾就怎么有救？对。那个，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没有办法试一次哈、啊，就是说，如果你们照我刚刚自我介绍那个方式来自我介绍你们自己的名字，然后让大家记起来。假如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这样跟大家玩一次。不过我希望这个东西变成您的功课，因为好像我们累积了更多经验，所以我们的名字，我有说你们这一代的名字有的还更困难，你们名字那个字都还是造出来的，所以要用更多的解释才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个名字是什么。那如果没有透过解释，其实坦白讲都不太记得住哈。所以这个部分留下来就当功课。我刚刚听到一个我们彼此共同的共同点，我直接把它讲出来好了，就是我希望台湾会更好，是这样吗？你是吗？好，你是吗？希望台湾未来会更好的，请举手。好，那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开始有连接点，我们都觉得台湾现在不够好。那有很多人可以讲出很多不够好的原因跟理由，譬如说，有的人离咱隔壁，他被丢就想要死，可能就没有工作了很久。那有的就很多，我想如果现在让大家开放一轮来讲，你们希望台湾怎么样变成怎么样的台湾，你们会觉得比较好？我想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会有意见，我们试试看好不好？那、啊、你如果现在觉得台湾不好的地方，其实同时就是你觉得这个如果改变了以后，台湾就会变更好。我们很快速的听一下，就一轮就好了，从你开始。觉得你是不是希望台湾变更好？
哪一点？一点就好。那我先听你们讲，让年轻人对未来更有希望，更容易找不到工作。那你们，我讲，你都可以跟我讲，你们是什么？你希望台湾怎样变更好？好，等一下回来找你。你有没有？麦克风。因为我们人民缴了很多税，然后在台湾的精神上，所很多官员都会不是拿这些税金全部投入台湾的建设，他们会放口袋一部分。然后我相信吗？对，我希望说这个以后不会有这种事发生。贪污了。对，贪污不会有这种事。他们只能领薪水，不可以。对。就把一些东西放口袋里。官商勾结，就是，他们让一些建商去承办这些案子。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口袋里面放钱？你嫉妒他们吗？并不是，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啊，因为人民付多少钱，就应该全部投资在建设上。Okay, 其实更严重的是，因为官商勾结之后，那个本来要拿来做成本的，譬如说他发包一个大礼堂，然后他拿了很多钱，譬如说拿了两。总共金额才2亿，他拿了5000万给那个放在口袋里面。第一个他想要承包，对不对？第二个是啥？他一定偷工减料嘛，不然他要赚什么？所以其实除了不公平以外，也很怕工程的部分安全。好，第三位，你希望台湾只要一点就好了。我希望就是教育可以再更好。怎么样更好？就比如说。像不要再有古文之类的，就有一些东西是应该我们要自己去选，我们自己想想，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就不要，就是还要再审慎思考吧。其实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教育是家长或是老师或是专家给我们决定的，那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决定？那大家都没有去问一个问题：教育是不是商品？因为教育如果是商品的话，我们鞋子我们一定是买合脚的，我们一定买我们喜欢的，对不对？对，那一定可以让我们挑。那教育可不可以这样？我觉得它很关键啊，里面也有老师，也许我们可以对它好。可是现在总是觉得教育不够好，就是那个就是台湾那边就是。比如说就是街道上或者公园上，他们就是有时候去那里走过，然后吃完东西就是，比如说他旁边有放垃圾嘛，就不会丢，就是卫生环境就是很多。然后那些瓶瓶罐罐下雨过后都会有那些积水，所以那些病没完才会那么多，就是这样子就会就是影响了你的健康。我问你一件事，如果你想象他在他们家里面，他可不可以这样乱丢？尽量做的最好，就是在家里面比较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会被骂，对不对？对，所以你们发现奇怪了哈，在家里的行为跟在外面就没有，在外面因为搞不好警察看不到，就不要进，对吧？那我们就不会想要去维护一个公共的卫生哈，比较没有这种道德心，尤其是那个中国来的陆客更糟糕，对不对？你有没有希望台湾变更好？讲一点就好。那更近交通，觉得现在太容易塞车了吗？是什么？讲，你拿近。开车太快。我去日本，我去别的国家，我才发现，他们真的会礼让行人吗？其实我们好像是2年前，也开始有这个规定，就是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可以按喇叭，不可以吹他们。那有一次我觉得更离谱，是我去日本，我发现那个，就他们日本的那个巴士哈都非常准时，可是譬如说要到下一站了，他们要先按铃，对不对？我发现他们按了铃以后，然后车停好，就慢慢，因为有些是老人啊，
他就走路就这样慢慢慢慢的，然后他就停下，让他们这样走下去，那老人都不会慌张，就好奇怪，在台湾不是这样的，然后下一站快到了，你要赶快冲到前面去，然后你还怕司机骂你，然后赶快下车这样子。有时候有一些老人家就觉得他们好危险，可是原来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子。好，下一位老师。当然，我们首先从了解到我们这一个台湾的这一个地位，至少要让我们台湾能够像全世界各国都一样，有同等的这个平等的地位。那个地位没有平等地位会怎么样？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因为像 WTO 或者是说这一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我们都不能进去，我们不能进去嘛。那 WTO 有一些的话，我们都不能参与嘛，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被人家认同，那所以说我们当然能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人家所认、世界所认同的国家，那我们国家非常的安定，那在一个百姓方面能够非常的富庶，像在一个西欧的这个欧洲的这个瑞士一样小小的国家，但是呢，国这个人民的生活很好，这个是我们的希望。那也当然希望我们的新的执政者能够在这一个美国金政府的辅导之下。让我们自己创立我们自己的国家，这样不行。那个，我等一下从廖老师这边开始谈起。其实大家有没有出过国？有出过国的人举手。所以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出国，想不想出国？未来有机会去玩一玩。我要跟大家讲，有的你出国，其实你只要拿一个 passport， 就是护照，你就可以去英国、去法国、去德国、去捷克，几乎全世界不用再办那个什么签证。可是有的大海关他会拦你拦下来，而且以前现在好像比较没有了，以前几年前有时候就会叫你脱光衣服检查，然后比如说你只要有一个什么有问题的话，不让你打电话，然后给你关了两三天。我们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这样？那其实简单讲，你后面的肉，你的后台如果比较硬，你是一个强国的话，你那一张你们自己国家发的护照，全世界都可以承认，当然都可以，你不用浪费一天时间。像我们现在讲完课了，大家突然想到说，哎，我要去法国，我们下午去那个买了机票，我们就走了。可是台湾不行，你要办签证，除非那个国家承认。那如果有些更不对我们更不友好的国家，你甚至都还要怎么样到那边？他真的，你只要出了问题，他就叫你脱光衣服走。以前常发生这种事，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题目是：你希望台湾变更好吗？希望按讲一点哪个地方？希望在那个环境的保护上面跟人口的发展上面可以越来越好。嗯，然后太小声。就是我希望是可以在环境保护上面跟观光上面可以越来越好。环境保护还有观光啊？对。哎，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很漂亮，可是规划不够好，然后让人家没有办法，就是第一眼就看得到这个地方最好的样子。然后，就是生在这个环境的，就是不懂如何去保护它、去照顾它，然后跟让这个美好就是延续下去，我觉得很可惜。对啊，我也是觉得，就是你看台湾因为地很小，对不对？像现在不是什么同万节嘛，结果就塞爆了。就去那边，他每个人都站在。我有问我一个朋友，说那边好玩吗？他说都是人。所以，假如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很好玩，而且都可以玩玩很久，你看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台湾玩过游吧？有没有发现一件什么事？我们都要玩那种大区域的，哦，然后可是玩那种大区域的，比如说像杜克来也是一样，就你就发现他一个地方待半个小时，我们有没有赚到钱？没有啊，因为就一群人赶快下车，然后又赶快上车，结果只有去买那个什么珍珠奶茶什么的，其他的都没有人买到，因为没有赚到钱。而且一个地方玩那么快，那所有的时间都在哪里？都在车上嘛，所以又知道了很多西欧特色了，而且又很容易知道很多车祸。对啊，一个地方可不可以玩两个礼拜？在台湾，很多人都说不可以，都不好玩。有没有办法让它变得更好玩一点？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接下来，我希望台湾的设计会更好。设计，
对设计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为其实台湾很多像陈怡兰讲的好了，就是可能大家都是看说哎什么东西卖的很好，大家就一窝蜂就是在卖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设计的东西，一样的东西，比方说衣服好了，那这件 T 恤印的图案是这样卖的非常好，就大家在这里就看到大家都在卖一样的字。大同小异。你是希望台湾能够赚更多的钱，还是说？我希望台湾的创新会比较好一点。其实台湾的人很聪明。对，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跟教育有问题，因为像我们的老师，他有时候他教到你东西的时候，你质疑他的时候，你的分数就不高了。他会生气的。对，他说你钻牛角尖，好高骛远，不务实际。我想说就是这样。就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知名的学校的老师教授，就是因为他们会比较有自己。主观意识比较强，那最后没办法，就说你好偏激哦。对，然后分数给你很低的。各位你知道吗？像郭台铭好像赚很多，就用了很多人哦。其实他真的赚了很少钱，因为我们就是做那个代工的部分，而且那个部分很容易被抢。那抢了以后，我们就优势越来越少，只有什么很少被抢，头脑里面的东西。就好像我刚刚在说的，我在说，我们到医院去的那个过程，有一些朋友，因为你们的年纪还没有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住院的那个阶段，所以会觉得说这个故事比较遥远。可是先把这个故事存着，未来你们都用得到。好，那也许过了不久，你们就会结婚生子。那如果你们小孩子是有这种比较特殊有病的问题，怎么发现必须跟医生打交道？必须跟政府打交道，必须跟一个有权威的人，像过去就是跟老师打交道。我们至少要先站稳，我们其实打交道是有道理的。好，我是希望台湾更好，然后希望有更好的政治环境，还有媒体的环境，就是因为现在新闻媒体啊，都很乱啊，很多新闻捏造或者是夸大或渲染，他把那个。新闻变得好像是在演戏一样，就会造成什么社会动荡啊，或者是什么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政治环境就常常会出现什么枪击啊，还有什么贿选很多啊。然后就是每天打开电视看到，就会让人对政府很失望，对政府失去信心。媒体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的判断哈，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聊天嘛。我们去 Google， 其实网络也有很多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网络，那个媒体能够怎么样说实话，不给我们正确的资讯，我们才可以判断嘛，是不是？那如果他在那边演戏，我们怎么知道到底真的是什么？啊？我希望台湾的。体育运动方面会更好，像比较冷门的运动或有些不知名的选手，国家对他们投入就没有很多经费，所以训练也比较辛苦，还要等那些选手比较出名的时候，国家来注视着他们，所以这样也就本末倒置了。像那个前一阵子吧。那个是谁？我忘记了。他本来要被判死刑，对不对？就是带那个什么东西，带那个好像是会爆炸的液体，然后到坐那个什么飞机，有没有？一个运动选手，我举这个例子要说的就是说，因为政府都没有去照顾他们，他们可能是什么全世界十项的冠军啊，或者什么，可是后来就有没留恋，对不对？不但没有办法，老年丢人就也不知道做什么这样子，然后甚至有的人还变成死刑犯，看起来那么可怜的，更惨。好，我觉得我希望台湾会更好，然后就是像有时候那个台风快来了嘛，然后有些人就会先把那些菜啊。一些农作物先大量收购，然后等台风过后就囤积，然后再大量卖出，然后就会造成物价上涨。
就是这个里面好像会有很多自私的生意人哈，对不对？就只是为了谋取暴利。嗯。可是我们发现政府为什么都不管这些事，是这样吗？还是管的都没用？可能有得到点利益。也有得到利益，所以你们对政府不太相信啊。我是希望，如果台湾的政策好一点的话，那许多中小企业啊、厂商就不会外移到大陆去了。外移去大陆其实很不好，对不对？对呀、啊。譬如说，我们先生到那边容易包二奶。二奶奶。然后不然的话，就叫我们全部都搬过去。可是我每次在想，其实很多人说哈，你去中国最好晚上不要出来，对，因为治安。还有他们，我们现在一个说话机的事情，我们就讨论成这样。可是其实，在那边，我想问各位，如果你们去中国玩的话，路边摊，像鱿鱼羹啊，你们敢吃的请举手，不敢吃的请举手。对，那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国家信任、环境信任的问题。我们不信任，可是为了要赚钱，就只好冒着性命跑出去。可是这样造成很多中年失业啊。因为老板跑走了，钱跑走了，其实人是留在这边的。中年失业是蛮惨的，各位你知道吗？因为你看，我们所谓中年到四十岁吧，五十岁，甚至有的到六十岁。那因为现在晚婚嘛，四十岁有时候你的孩子才五岁，三十五岁才结婚。那六十岁呢，你的孩子有时候还在念大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还要念研究所，所以只要他失业了，其实全家就完蛋了。好，那你。是希望就是台湾能成为就是最强的中立国，最强的中立国。你的志向很大哈，我们听你说为什么？因为这样就不怕人家对我们威胁，对不对？嗯。就像瑞士和那个瑞士对。对啊，我们怎么样制造到全世界都需要我们？那我们发生事情的，全世界都可以保护我们，对不对？好，那你刚刚议题是从你这边引起的，你希望台湾会更好？哦，对，就是我希望警备方面的管理跟教育，就是要从警备，军人吗？还是警察？军人那个还好，他们军事本来就严谨一点。现在警察贪污的贪污，然后就是包赌的包赌，对，然后去围酒家的围酒家，对啊，对啊，然后就西藏。哎，听说台中那个枪击案，然后在那边喝茶的都没事吗？对啊，嗯、然后就是欺上怕二，就是欺负我们，就善良的民众嘛，啊，要抓就抓，不然就冲一下。是啊是啊。好，我们讲到这边，其实我上一个小时问大家的题目已经有了答案。我们发现，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它会更好。那在的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地方而已，我们希望这里的人会更好。那我们都对谁有期待？我们都觉得不是我们自己更好可以解决的，需要怎么样？政府政治要更好，对不对？可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外遇的故事，一个家庭。男生跟女生结婚啊，那假如那个家的先生有了外遇，或是太太有了外遇，然后在外面又生了一个小孩，我想问大家，你们用头脑想好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未来都遇到这个问题，你会相信那个先生那个爸爸，他会把他所有赚的钱都拿回家吗？相信的请举手，不相信的请举手。对，你相信有一天，如果你的妈妈因为生病了，然后或是你们家随时出了什么事，你的爸爸会不管他在哪里，立刻跑回来帮助我们，帮我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谎。赞成的请举手。你认为他一定会立刻跑回来？他有外遇了，他一定会立刻跑回来帮助我们，然后没有找借口。相信的请举手，不
不相信的请举手，我不相信。我要说的就是这样，其实家跟国家是一样的，国家就比家还要大嘛。家庭的成员，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地方，我们没有第二个家的时候，我们只好吵架的在这里面。但是我们至少没有第二条路去，我们会坐在那边，大家找到解决的方式，更容易互相爱对方。可是当没有这个范围，再举一个例子，没有结婚同居了，我想问各位，有人就说相爱就好了，不一定要结婚，同居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同居了，现在大家在弄一个同居法，为什么？因为也许你已经跟他住十年了，你跟他住了二十年，你要生了小孩，但是他有一天你的同居人发生车祸，他死了，你才发现我原来他有300万，你拿得到一毛钱吗？拿不到，你没有办法有法律的保障。你带出去外面给朋友看的时候，他不要带你出去，你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爱情只是每天大家看得很高兴，这样而已吗？不是啊，还有一起生活，还有很多社会的生活，还有孩子生下来以后，孩子要教育啊。后来发现啊，糟糕，原来他没有离婚，我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孩子还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办法念书的时候怎么办？这孩子有了残障，他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办法抱出生，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必须要谁来解决？都必须要回归到我们说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家庭，他就比较容易，因为现在目前的政治是保障真正的家庭的。一样的，我们刚刚讲到出国，喜欢出国以后莫名其妙被搜身，然后被扣留三天的警局手，没有。喜欢拿着一个护照，我今天下午临时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在美国他们有个烟火节，好了，叫我去，我刚好可以去，那我就立刻可以出去。那去了美国以后，又有一个朋友在英国，又说那我们去了美国再去英国。喜欢这样子的请举手。对，很清楚。我们问一件事情，为什么菲律宾的人到我们这边做飞佬？为什么印尼的人到我们这边来做印佬？为什么？他们国家比较弱，他们有比较笨吗？没有。我常常看到我们来的人都好聪明，学习能力都很快。像我们学了十年英文都学不好，他们来几个月而已，中文就说得很好。他们有没有比较弱？没有。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国家比较弱，因为他们的钱比较不值钱，所以国家重不重要？说到这里，还是觉得国家不重要的请举手。觉得国家，而且要有一个好的国家、好的政府很重要的请举手。你觉得很清楚？那可是我们会听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跟我们说：“不要紧，不要紧。”那接下来他再问，有人都说：“那国籍可不可以自由选择？”可不可以？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我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移民嘛，我们可以移亲嘛。可是有很多人不喜欢离乡背景，离乡背景的人通常都有一些特殊的动机，譬如这个地方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有干旱、有水灾，没有办法，就离去。不是因为我们家强，啊，我们就读书啊，我们就有机会，我们就到国外去。可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除了国家以外，我们还希望什么？我们还希望我们可以跟语言可以相通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人，可以在一起，对不对？还可以一起努力。刚刚有人说，希望这个国家变更强，希望这个政府变得更有为，希望教育能够更活泼，希望我们未来可以更有前途，希望不要我们的邻居动不动就要自杀。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其实这些希望都是在政府身上。可是我想问，政府也是人，如果他的心不在这边，因为他也有小孩啊，有很多人他其实可能是逃难来的，过去的，他心里一直很害怕这样发生战争，所以他已经在美国，他已经买好房子，他已经变成美国人了，他的小孩都送出去美国，
或是现在可能送去中国，我想问大家一件事：这样子的政府，你相信他会全心全意的为我们着想？相信的请举手。可是我们知道有多少这样子的政府？其实很多。为什么政府会想要贪财，想要往口袋里面那个？因为可能他做四年，可能他做八年，他这个时候不捞，什么时候捞？他反正捞完了以后，接下来就退休了，或是接下来我就不在了，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刚刚讲，为什么需要一个国家？好，如果我们真的很需要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被外国能够承认，而且能够敬重的国家的时候，怎么办？谁要努力？国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相信国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请举手。不是，常常很多我们的长辈都去比喻，比喻说台湾人的命运很像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后四周都是那些奇怪男生，都被人家长得很坏，其他都是一些色眯眯的男人，来了他就要玩他一下。所以没有一个愿意真正为他着想。我们希望的不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从状况之下，我觉得接下来会有很多的问题开始变得很有意义。我们至少希望那个范围是固定的，我们希望里面的人，他也像是家庭的一份子，没有外遇的爸爸，没有外遇的妈妈。我们的心就是在这个家庭，这个心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国家。那我们就开始会去想，想什么？我们就开始就会想说，我们的孩子要长大，我们的孩子要受教育，我们要开始存钱。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他要结婚，我们要存钱，我们要为他设想，我们要帮他买保险。他有教育的问题，我们开始就会想很多很多的事。我问你们同居的男女朋友会去想这么多事吗？不会。外遇的，还有一夜情的会去想这件事吗？不会。他们不会去想这个地方怎么样长治久安，这个地方怎么样永续发展，这个地方怎么样以后，甚至我们现在发现，虽然区域经济很重要，虽然我们很会怎么样去外国做生意，可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纠纷啊。一有纠纷以后，谁可以帮我们背着国家吗？那国家如果他很强的话，我们就不会莫名其妙失踪啊。各位你们知道吗？从我们去中国经商到现在，有多少莫名其妙就失踪了，不见了，那可能就被判死刑，说他是间谍罪。你们喜欢这样吗？不喜欢。可是我们为什么还去？因为我们就觉得奇怪，他们的政府好像不够照顾我们。那我们到那边去，我们觉得也许不会那么倒霉吧。所以台湾人都要练就一番好功夫才能够活下来，就活得很没有保障。可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吗？那这样子我们要政府做什么？我们要国家做什么？所以我们是要国家，而且要一个好的国家。那谁可以努力？没有办法，就是这些人，这些什么人会问问题的人。我要用两分钟的时间讲学历。学运的发生，从学校内部的民主开始，有的人就说：“哎，为什么？其实是少数人，那些他们编，你看我们在学校都有编校刊的人，就他们发现说，奇怪，为什么校刊我都要先送去，什么训导处、教务处或是学生什么处，去审，然后发现这个不可以，批评老师的不可以，批评学校不可以，有时候讲到政府不可以，全部都怎么样？”退掉，有时候来不及退，整本那个时候就不能出刊。那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要成立社团，为什么有的社团就不可以成立？所以就开始问为什么。然后后来我想是经过了1989年，就是六四天安门的事件，那时候就有一群大学生在中国，大家知道六四吧？知道了请举手。对。就其实他们就是想要说要求更民主这样子，就出来站出来就被坦克，就像有人就用坦克就压了。因为我们再问一个问题，那政府我们付钱给他，我们选他出来，他是拿来对付人民的吗？他是用坦克车来对付人民的吗？第二年
1989年，其实那一年也发生了郑南榕自焚的事件。我在猜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知道郑南榕是什么手？对，很多人不知道。那我跟大家讲，他也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我也是。那他也是在做杂志社的编辑，就那个老板。后来他出了刊物，也是被人家禁。结果他很激烈，因为他登的是一个新的宪法，他认为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法律，那个法律是很重要的。那他去引进了一个宪法的草案，就只有这样而已。政府要抓他，那他很激烈，他说：“你可以抓到我的身体，你可以抓死的，不可以抓活的。”简单讲就这样。后来他就在里面自焚。也因为他这样子，有人说：“哎，我干嘛要做这种事？”可是就因为他自焚了，后来台湾的民主就很快速的发生了很多改变，包括以前报纸，我们说报禁，报禁的原因是什么？说因为纸张太少了，所以不可以这么多的报社出来。不可以那么多版，然后像我在做广播，广播的频道，因为频道太少，而且频道常常都会打到飞机。各位，广播频道会打到飞机吗？根本打不到，所以我就想乱讲，就说我们不可以设立广播电台。结果现在广播电台有400台哎，可能还可以更多，以后数位化还可以更多，还可以无限。啊，可是当初就这样讲，那。一直到1990年的时候，大家开始思考。那时候思考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哎，奇怪，我们不是说民主民主吗？那民主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选人出来吗？选出来当立法委员或是当国大代表。那为什么有一些老人们从中国来的，那他们可能就从西藏、从新疆、从什么重庆、四川他们来，那结果他们都不用被改选了。他们都已经掉点滴了，有的还弄尿袋，有的是躺着在床上这样被推进来，因为他拿逃票。各位告诉我，躺在病床上这样拖进来的人，他能够听得懂那个时候讨论的法案跟预算是什么吗？你们认为可以的请举手。没有，可是他们投票，他们决定我们所有的事情。台湾就只有增额补选几个人，7-8个人，我觉得好奇怪。那你明明都是在决定台湾的事情，为什么都是那些老人们在决定？那时候有一个名字叫万年国代，就10000年都不用下台的，所以就有这么年轻人，就是像你们这些年纪啊，那个时候的我是那个年纪，我就出来了。我们说可不可以让老的就退休吧，安养天年吧？可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过去在公务人员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奇怪，公务人员的考试，比如说需要100个人。它里面就分啊，说要按照省级的比例。那台湾可能就现在是35省是几省，我搞不太清楚。反正我们100个，我们大概分2个吧，还是分3个？那我觉得很奇怪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来的可能是流氓，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来的人是怎么讲，就是很年轻，14岁、15岁就当兵就过来的，就。我不能说他们智商不够，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被保留？因为他们省级的关系。我们现在没有歧视他们，我们在想说，哎，这样很不公平，是不是很不公平？大家就开始在想了。那这个就是我刚刚从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各位讲的。如果我们不开始想，不开始问，不开始要求，而且试试看，哎，这样可不可以？这样是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没有从这里，然后没有从我们的欲望开始。我们发现说，你老爸跟他老坦，这个贱物呢，不是的时候，他可能过来做什么？他给你查税啊。他可能就因为他这个产业已经快要没落了，他没有去支持，结果集体全部人都跑走了。我们就半夜，大家知道吗？哈，半夜接到手机的什么简讯说，你被 quit， 你被 fire 了。我怎么这样啊？连讲没有，人家半夜发简讯告诉我们说我们被辞职了，各位知道吧？以前有一个名声最好的奇美啊，干了这种事，然后现在也有。我们不要这样子啦，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而且我们可以计划未来的地方，而且我们想要买房子，我最好工具不为。我们在20-30年前常常看到有那种，
那个妈妈腔里有波点，有没有这首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过的请举手。有一些哎都听过。妈，那个小孩子到台北来打拼，你说妈妈，我是阿姨呐，过三个月，我如果把这里安顿好了，买了房子，我就请你们过来。好，三个月太夸张了，三年好不好？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一个从南部到台北打拼的小孩，三年，他就可以买房子，然后他就可以请他的爸爸妈妈一起来住，他就可以开始计划他怎样娶妻生子。我问各位，你们相信吗？你们三年毕业以后三年，你们就可以买到台北的房子，相信的请举手。三十年了，三十年也没有人举手，没有人举手。你买哪里的？台北的吗？中东铁路。用三十年时间是可以决定面积的，我觉得不必要放在台北，是可以的。OK， 所以社会很不公平，而且你没日没夜花了三十年以后，这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会过劳死，你可能因为每一天都在工作，拼命的工作，你的小孩在外面混太累，你不知道要跑掉。你的老婆因为这样子有了外遇，我们为什么要没日没夜的工作？谁告诉我的？台湾已经是全世界工作时数最长的一个国家的人，我们为什么还不够努力？我们为什么还要一直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那个印尼的人，哎，像那个意大利的人，听说他们从五点吃饭可以吃到晚上十点，不知道怎么吃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过着很悠哉的生活？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问的，而且都是合理政府要帮我们做的。但是政府不是一个万能的政府，所以当我们把人选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主张。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壳啦，那个壳叫做国家。杨基全夫人哈，杨妈妈常说一句话：台湾人哦，安尼一直想讲，咱来买好的家具，咱来买好的冰箱，我们要弄好的地板，要弄好的地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决定房子要盖在哪里，而且那个房子有多大的时候，各位我问你，你买大沙发有用吗？可能那个门不够大，电梯不够大，那个大沙发根本运不进去。你如果盖在水上，你的那些家具完全都没有保险，可以吗？所以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必须要有一个怎么讲，叫做稳固的基础，对不对？那那个部分，我们如果在公共领域上面，我们要说的这个叫做国家，否则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们的政府？到底把我们的纳税钱集合了以后，他的钱是放在国内在做建设、在做教育，还是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还是就直接拿到国外去？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搞太清楚为什么中国的那个赈灾一次要拿好多亿。40亿还是几亿，然后等等的，就不知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标准，而且我们讲他了，他也没有用，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可能今天我们讲的跟原来设定的题目“学运二十年”不完全一样，可是我想，今天我很诚心的想要带给各位。就是这样子，我们开始想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会关联，不要说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了，算了，反正想也没有用，想的确有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台湾的民主政治就是这二三十年的时间有没有用？有，台湾一直在变化。人类什么时候上外太空？都是这最近五六十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网络？我们开始什么时候用电脑？就是都是这几十年的时间啊。而且昨天啊，又是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再过二十年人都不会死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复制的基因，所以快速的一直在怎么样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工具。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件事，这些工具是要给有权的人拿去，给政府拿去，还是我们也拥有这样的工具，我们可以有意见？那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没有问问题，没有要求，我们就没有开始。那当然，有了问题，有了努力，我们还是必须要不能后悔，有一套自己可以解释的
价值，否则的话，都不要人讲，你在创啥？我们可能上了课以后，回过头去跟妈妈打小报告，爸我骂我你讲，你爸去遐吼，都做那种很无聊的事情，都在那边上课，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没有办法观念。你还是你，来过这边三天的你跟没有来过，其实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就是觉得很无聊而已。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解决这个无聊呢？不是我们来解决，是你自己解决。那至少这边有很多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朋友，大家可以怎么样交交朋友，互相关联。我为什么一直在讲关联？其实对一个统治者，他最希望的就是人民彼此不要关联，最好台北发生的枪击案跟台中是没有关系的，最好台中下大雨淹水跟台北没有关系，我们不要连在一起，我们千万不要去想哦，原来是整体的什么污水下水道，雨水下水道因为弄得不好，因为什么有问题，我们都不要想这些，我们最好都认为说那个都是单一事件，不要关联，这样最好统治。然后人民都不要想，这样最好统治。但是怎么办？我想这样的结果绝对不会更好。那我们今天膝盖的管理已经超出时间了，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这边，这边，好，谢谢。